我前阵我钱有点不够用了，我就老是想钱，那谁啊帮我订购点预付卡？那谁说我给你打二十万？完了昨天我说人家给我15万，今天我跟他讲，我说不要给我15万，你就给我10万就行，因为他给我多了，我就得给他货，我这两天钱什么货费差不多，我就收点钱，我就差10万块钱。